这就是肖邦公园了，中间是个雕像啊。哎呀，在里面走一走，坐一坐。这公园挺大的，我觉得，但是树荫并不多。我是一个怕晒的人啊，我得找一些阴凉的地方。看来是没有啊。后面那个大姐突然间不知道发现什么东西，叫了一声，吓我一跳。这边在晒太阳，这个湖，湖不错呀。我决定向那边走一走，前面应该是一个小树林儿。好，这个大姐搁这晒太阳呢，屌啊！欧洲人这么喜欢晒太阳。在这坐会儿吧，这有个警察大哥。我在他这个长椅上坐一会儿，累了，相机都没电了，坐一会儿之后就回去了，晚上还给搞论文呢。